今天很开心哦，看到那么多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最可爱的同学，哦，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西岳天空的校际音乐会。今天是一个孩子的舞台，我们很开心，我们很开心有这么多的来宾、家长以及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我们这样的现场。那我们要感谢现场来帮我们加油的来宾，首先是我们家长会长张国珍张会长，请大家掌声鼓励。再是许淑华立委的特助，我们的范真范先生。彰和国小最支持我们南投国中的范建中范校长，大家晚安。好，我们综合国小也是我们彰和国小家长的综合国小校长范永谢永义谢校长。好，那我们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啦，所以很多的嘉宾都在赶场。我们待会呢，有来宾在到我们现场的时候再为大家做介绍。今天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家长能够带孩子来参加这样一个音乐会。我想问一下，您是国小小朋友的家长，请举手。这边太刺眼，我看一下哈。哇，好棒，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在这边要跟大家做个报告，我们南投国中这半年陈校长退休之后，我们一直在各个场合跟大家讲，虽然没有正式的校长，但是这半年我们各处室在各个主任的带领之下，南投国中一如往常，甚至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年的招生，从教务处的小六新生营，到我们今天学务处的西岳天空的音乐会，一直到我们辅导室我们三年级接近赛亮眼的成绩，其实要跟各位家长报告，我们南投国中真的很用心，也请你放心。据我所知，校长现在校长名单已经出来了，他安静了一下，只是 我不能在这边报告，但是我只跟各位保证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校长，请给我们未来校长一个掌声好吗？南投国中有很好的基础，也在此跟各位宣布，今天的音乐会其实就是一个起点。南投国中申请艺术才能班、音乐班的开始，就从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所有支持我们的家长以及做我们的孩子，南投县的口琴节从91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彰新的国乐团一直有亮眼的成绩，这样的优秀的历史一定可以在南投国中艺术才能班、音乐班里面更发光发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孩子生命力量的展现，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期待孩子们精彩的表演，请大家最热烈掌声欢迎接下来的节目，谢谢。